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和四周之地，收英雄之才，勇百万之。西迎大驾于西京，赴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魏复矣。此争锋，谁能敌之？彼及数年，此功不难。少喜曰：“此无心也。”即表授魏监军，奋威将军，衣着浅直，金吾胡母般。将作大将吴修基诏书御少，少使河内太守王匡杀之。二卓文少得关东，乃西诸少宗族太傅为等。当世时，豪侠多富少皆。司魏之报，周郡调起，莫不驾其名。傅怀惧从少所去，往一。D.G. 193。张邈三后少遣使一邈，有所记忆，与邈而语。傅在座上，未见图垢，吾何起智混自杀？四著一献帝纪曰：举寿广平人，少有大志，多权略。是周别驾举茂才，立二县令，又为韩复别驾表拜其东魏。元少得冀州，又辟燕。英雄纪曰：是时年号初平，少自本初字。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著二汉末明世录曰：班字季皮，泰山人，少与山阳渡上。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富役，镇冀人士，是谓之八除。谢成后汉书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诏到河内，解释义兵。匡受袁绍旨，收班系狱，欲杀之以殉君。班与匡书云：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刘向传曰：直蜀祭器，弃由祭之，匡着荆楚宫阙之内，以天子为凡平。又主在宫，如何可讨？胡与太傅马公、太仆赵齐、少府英修俱受。诏命关东诸郡，虽时极浊，犹以咸奉王命，不敢玷辱。而卒，下毒囚仆于狱，欲以信古，此被报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有和亲戚，一起同恶。而卒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贡之毒，会卓迁。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与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基，今日者矣。满为一体，今为血眷。亡人子二人，则君之生，身没之后，甚勿令邻仆失。还也。匡的书报班二子而泣，班遂死于狱。班常见泰山府，君及河伯，是在搜神迹，与多不载。著三英雄纪曰：少以河内诸汉魏都官从事。汉先时未复，卒不理，内怀怨恨，且欲邀迎少义，擅发陈郭兵为首副第拔。任登屋，复走上楼，收得复大儿垂折两脚。少义立收汉杀之，复由幽故，故报少所去。D.G. 194。四英雄纪曰：公孙瓒及青州黄金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义首令，冀州常吏无故望风回应，开门受之。少自往征，赞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赞步兵三万余人为方臣，其位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一从魏中间，一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少令取义以800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加成之，少自以步兵数万劫沉于后。一久在凉州，小旗枪斗，兵皆消锐。暂见骑兵少，便放骑御临道之。一兵皆伏损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聚起，杨臣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臣斩。赞所属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赞军败绩，不齐奔走，不复还营。一追至界桥，赞殿兵还，
栈桥上，亦复破之，遂到暂营，拔其衙门，营中于西街复散走。少在后，未到桥时数里，下马发鞍，见暂已破，不畏设备，为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是百余人自随。暂步共骑二千余匹足至，便为少数众攻十余下。别驾从事田丰福少欲却入空园，少已斗谋铺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前，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法，多所杀伤。暂其不知是少，一稍引却，会取一来，营乃散去。暂没与鲁战，长城白马追不虚发，数获荣捷。鲁相告云：“当避白马。”因鲁所计，减其白马数千匹，选其射。致使号为白马一从。亦曰：“狐一见者，长城白马，暂有见其数千。若乘白马，故以号焉。”少计破赞，引军南道保洛京，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余独共赴邺城，遂杀太守立城，贼十余部，悉数万人，聚会邺中。座上诸客有家在邺者，皆忧不失色，或起啼泣。少容貌不变，自若也。贼逃生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不惜于西城入，必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在少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汗颤，送到赤丘乃还。少道遂屯赤丘，以逃生未见一中郎将。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PG 195。苍岩谷讨余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属冀州牧胡寿。遂寻山北行，薄及诸贼，左发丈八、左资丈八等，皆斩之。右及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木、余低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的脱，斩首数万级。少父还屯业。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低、太仆赵齐和解关东，其别邑河北。少出营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其住少营，遗书告赞。赞遣使具与少书曰：“赵太仆以周赵之的贤命来征，宣扬朝恩，是以和睦。况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袭甲父。后寻一征士卒，欲相为害，欲光武之宽，轻具必见，同于共出。时人以为荣，自请鞭笔，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成将军之眷，而赞之信也。取义后是功而骄自，少乃杀之。初，天子之力非少义，即在河东，少遣引川郭图使焉。图还说少迎天子都邺，少不从。一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帝关中皆附。少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眷城以自秘境，太祖拒之。天子以少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二少让侯部，少亲之，即破赞于义经，景其息。损出长子谭为青州举。受见少必未获使，少不听，曰：“孤欲令诸儿各据益州也。”四又以中子西为幽州，升高干为并州，西数十万矣。沈佩、冯骥统军事，田丰、荀臣、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律，减精卒十万，骑万匹，将功许。五。著一献帝传曰：“举寿说少云，将军累业辅弼，是冀中。义今朝停播月，宗庙毁坏，关诸州郡外托一兵，内徒相灭，未有存主续名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公业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势马以讨不停，谁能御之？”少月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凌迟，未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 PG 196。呼，且今英雄据有州郡，西动万计，所谓秦失其路，先得者亡。
若赢天子以自尽，动辄表文，从之则权倾，为之则俱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经营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少弗能用。按此书称，郭图举授之计，则与本传为也。注二：献帝春秋曰：少齿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以我折就存之，今乃备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少。注三点略曰：自此少共御西曼，司使主保耿包密白曰：至德衰尽，原为皇印，一顺天意。少以包密白氏是君府将吏，一者前以包为妖望遗珠，少乃杀包以自解。九州春秋曰：少言征北海政玄而不理，赵荣闻之曰：贤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理贤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谓之君不敢失万民之欢心，况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难乎？已有谓矣。英雄记载太祖作董卓歌，词云：德性不亏缺，变故自难长。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元丧。如此之文，则玄无病而卒。余书不见，故载录之。注四：九州春秋载受见词曰：世称一兔走渠，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弃止，分定故也。且年君以贤，得君则补，古之至也。愿上为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意。少曰：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以观其能。授出曰：或其使此乎？韩使至青州，谓都督魏魏刺史，后太祖拜魏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东攻孔融，要兵海隅，是使百姓无主，心待之矣。然幸用偶小，好受进言，四至射营，不知架色之艰难。华燕、孔顺皆奸佞小人也，信以为复兴。王修等被关而已。然能接待。PG 197。宾客慕名进士，时复地领兵在内，致令草窃，伏井而外，鲁越田野。别时两江募兵下县，有路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秋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亦有万户者，者即不营数百，收复纳税，参分不入衣，招命贤士不救，故屈复军旗，安居阻挡，亦不能罪也。注五：是语曰：少不足五万，其八千。孙胜平曰：按魏武。魏崔衍曰：左岸贵州户籍，可得300,000息。由此推之，但计周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少之大举，必息师而起，100,000尽之矣。献帝传曰：少将南师，举授田丰建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苍雨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一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割我王禄。然后进屯黎阳，建营河南，亦作舟船，善置器械，分遣旌旗，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意。三年之中，事可作定也。审配郭图曰：兵书之法，实为武功，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强西，以伐曹氏。譬若副手，今不识取，后难图也。授曰：盖旧乱诸暴，谓之义兵；是西平强，谓之骄兵。兵亦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公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为且妙胜之策，不再强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作受为者也。精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窃为工具之。
徒等曰：吾王伐纣，不曰不义，况兵家曹氏，而云无名。且公师武臣竭力，将士愤怒，人思自逞而不。即使早定大业，虑之师也。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此乐之所以罢，吾之所以亡也。监军之计，计在持劳，而非见时之机之变也。少从之。徒等因事赠受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尽胜，何以治之？夫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计也。且欲息于外，不宜之内。少疑焉。乃分监军为三都督。PG 198。始受及郭图、淳于琼各点一军，遂合而南。先是，太祖遣刘备诣徐州据袁术，术死，被杀刺史车胄，引军屯沛。少遣其左之。太祖遣刘岱、王忠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沛，田丰说少袭太祖后，少辞以子及，不许。丰举杖及帝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惠，袭哉？太祖至，即破备，备奔少。一著一位是春秋载少袭周郡文曰：盖闻明主图为以治变，忠臣虑难以立权。囊者强秦若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为福。有几终有望移之或侮辱至今。及真吕后怒产专政善。段万机绝世省境下临上替海内寒心。于是将侯朱虚心威愤怒朱仪逆乱尊立太宗故能道化青龙光明显荣。此则大臣立权之名表也。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于左。冠徐黄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傅松乞丐吸养。因赃价位于今碾毙疏获全门窃盗顶司倾覆重器。操坠冤以丑本无令的票脚风侠好乱乐祸。幕府习统阴阳扫疑凶逆去欲董卓清官报国于是提荐灰谷发命东下方收。罗英雄弃侠录用故遂与操参资策略为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于挑短虑清进易退伤夷折末数丧师徒。幕府折复分兵命锐修完补给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差促威柄即获秦师一刻之报。而操遂成资拔。户四行酷烈割波圆圆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之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产伸手被萧宪之。陆妻奴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明月迷众，一夫奋臂。举州同生，故攻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夷，道具无所。幕府为强干弱之之意，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元金换甲，席卷。PG 199。复征金鼓响震，不惜破举，整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是则幕府无得于言土之名而有大造于操也。后会銮驾东返偶鲁乱政实冀州方有北鄙之景匪黄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善修郊庙亦忏幼主。而便放置专行携千省。进卑武王官拜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游心。行路在口所爱光武宗所恶灭三族偶谈者蒙显诸附议者。蒙引路道路以目百僚前口尚书记昭惠公卿充元品而已。故太尉杨彪立点三司享国即位操阴牙字被以非罪榜。楚并肩五毒俱至触情放特不顾宪章。右一郎赵燕中见。直言亦有可纳故圣朝寒听改容加席操欲弥夺实权度。
绝言录，善收利杀，不似报文。右梁孝王，先帝母帝，焚灵尊。显松国桑子，由夷公诉，而操律将孝吏是亲临发掘，破官裸。诗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市民伤怀。右蜀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徒，无还不漏。身处三公之官，而行劫鲁之。害舔国虐民，独留人鬼。家齐系正科惨，科防护舍增脚冲。西坑贬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到基线，是以掩欲有无聊。知名帝都有欲皆之怨，历官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劣无道之。臣余操未甚，幕府方结外奸，未及整训，加以含复，即可弥缝。而操柴狼野心，钱包或谋，乃欲挠折栋梁，孤若汉室，除灭中正专。魏枭雄往遂伐古北征，讨公孙瓒，强欲劫逆，俱为一年。操因其未破，因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相演习，故引兵造和。方舟北济，会其行人法路，暂亦消夷，故使锋芒错缩，绝徒步。果屯居敖仓，组合未固，乃欲以螳螂之斧，御龙车之碎。木伏凤汉威灵，折冲宇宙，长及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玉。霍之才逞梁公晋弩之势，并周越太行，青州社稷，落大军。泛黄河以剿其前，荆州下宛，夜而己其后，雷震虎步，并及鲁。PG 200平若举炎火以虽飞鹏，赴沧海而卧标炭，有何不消灭者哉？当今汉道凌迟，刚持既绝。操以精兵700为守宫阙，外称裴。颤内以居直，惧其篡逆之祸，因私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恤哉？此陈陵之词。少进军黎阳，遣颜良公留言于白马。举授右见少良信。促侠虽骁勇，不可独任。少不听，太祖就言与梁战，破斩梁。一少渡河，必沿荆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即破之，斩丑再战，擒少大将。少军罢阵，二太祖还官渡。举授又曰：北兵数西而果进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获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况以日月。少不从，连营烧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复辟。少谓高鲁，其土山设营中，营中皆蒙笋，悉大惧。太祖乃未发石车及少楼皆破，少西号曰霹雳车。三少为地道，欲袭太祖营。太祖折于内卫长倩以拒之，又遣骑兵袭击少运车，大破之，尽焚其骨。太祖与少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少，军食乏。会少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营运车，举授说少，可遣将奖。其别谓之君于表，以断曹公之超。少父不从，琼宿乌巢去。少军40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5000后夜前往攻琼。少遣其救之，败走。破琼等，悉斩之。太祖还未至营，少将高览、张合等率其西将。少西大溃，少与谭丹齐退渡河。于西魏将进坑之。四举授不及少渡，为人所执，议太祖。四太祖后代之。后谋韩元氏见杀，驻宜献帝传曰：少临发举授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夫世在则威无不加，世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 PG 201曰：曹公是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名，略右侠天子以为资，
我虽克公孙，昔时疲弊而将交主太。君之破败在此举也。杨兄有言：六国痴痴，未赢若鸡今之谓也。祝二献帝传曰：少将计和举受见曰：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祸，还迎不晚赦。其有难，悉服可还。少服从。寿陵祭叹曰：上迎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无其不返乎？遂以及辞。少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属郭图。著三位氏春秋曰：以古有史实，又传言快动而古说文曰：快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著四张凡汉纪云：杀少族凡八万人。著五献帝传云：寿大呼曰：寿不降也，为君所执耳。太祖与之有咎，逆位寿曰：分也殊易，遂用匹绝不图今日乃相请也。寿对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寿智力俱困，宜其见请耳。太祖曰：本初无谋，不用军计，今丧乱过计，国家未定，当相与图之。寿曰：叔父母弟献命原事，若蒙功陵，速死未服。太祖叹曰：孤早乡的天下不足虑。初，少之难也。田丰说少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昔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勇四周之息，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减其精锐，分为其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及其左，救左则及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吾为劳而彼以困，不及二年，可作客也。今世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智，悔无及也。少不从，封肯谏。少怒甚，以为举息，谢系之。少军既败，或未封。PG 202曰：君必见重。封曰：若君有力，吾必全。今君败无其死矣。少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未所效，遂杀之。宜少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注意先贤行状曰：封字元号，巨鹿人，或云渤海人。封天资英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敬哀，日月虽过，孝不至。审博览多事，民众周党，出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代御史。燕患善朝，因贤被害，封乃弃官归家。袁绍起义，卑辞后必矣。昭至封，封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劝绍迎天子，绍不纳。绍后用封谋，以平公孙瓒。冯纪但封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继封。绍军之败也，土崩奔北，师徒略尽。君皆抚因而泣曰：相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少谓冯纪曰：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为田别驾前见止吾与昔不同，吾亦惭见之。纪复曰：封闻将军之退，俯首大笑，喜其言之中也。少于是有害封之意。初，太祖闻封不从容，喜曰：少必败矣。及少奔遁，复曰：相使少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孙胜曰：观田丰举寿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上亮主。君用忠良，则国王之业隆，臣奉二后，则父王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资。丰之少将败，败则己必死，甘冒虎口以尽忠归。烈士之于所事，虑不存己。夫诸侯之臣，亦有去就，况封与少非纯臣乎？诗云：是将去辱，是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可也。
冀州城邑多叛，少父即定之。自君败后发病，七年忧死。少爱少子上，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一审配冯继宇，新平郭图争权，配继宇上笔平图与弹笔，昔以弹长。PG 203，欲立之。配等恐弹立而平等为己害，袁绍素意乃奉上代少尉。韩志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尤氏谭上有戏，太祖北征谭上，韩军离阳，上少与谭兵，而使冯继从谭。韩求一兵，配等亦不与，韩怒杀继。二太祖渡河攻谭，谭告急于上。上欲分兵一谭，恐谭遂夺其西，乃使沈佩守夜，上自将兵助谭，与太祖相聚于黎阳。自二九月至九二月大战，城下谭上败退入城守，太祖将为之，乃夜遁。追至夜，收其脉，拔阴鞍，引军海许。太祖南征荆州，军至西平，韩上遂举兵相攻，谭败奔平原。上攻之急，谭遣新皮议太祖请救。太祖乃还救谭，十月至黎阳。散上闻太祖北是平原海业，其将吕旷、吕翔叛上归太祖，谭复因克将军应驾旷翔。太祖之谭诈与结婚以安之，乃引军海。上使沈佩、苏有守夜，复攻谭平原。太祖进军将功业，到环水，去夜五十里，由御卫。魏应、牟谢与沛战城中，败出奔太祖。太祖遂进攻之，魏必道沛意于内作欠以当之。沛将冯礼开图门，内太祖兵三百余人，沛决之，从城上矣。霸使即图中山门，山门闭，入者皆没。太祖遂为之，魏欠周四十里，出令遣，示若可越。内望而笑之，不出征力。太祖一夜决之，广深二丈，决张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上闻夜急，将兵万余人还救之。依西山来，东至阳平，平去夜十七里，临浮水，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亦举火相应。沛出兵城北，欲与上对决围，太祖逆袭之，败还，上亦破走，一取张卫营，太祖遂为之。为何上惧遣阴魁陈林起将不听，上还走烂口，进复为之急，其将马延等临陈将西大溃，上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上应受节钺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举，沛兄子荣守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沛战。城中生擒沛，沛生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PG 204。之四高干以并州将，复以干为刺史。注一点论曰：谈长而会，上少而美。少妻刘氏爱上树，称其才，少意其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少死。刘氏性酷妒，少死，将尸未病，宠妾五人，刘尽杀之，以为死者有之，当复见少于地下，乃为头莫面以毁其行。上又为尽杀死者之家。著二英雄记曰：记子元图初，少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季据义冀州，少以季聪达有计策，甚轻信之，与共举事。后沈佩任用，与季不睦，或有谗佩于少，少问季，季称佩天性劣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少曰：君不恶之邪？季答曰：昔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少善之，足不废佩。沛由是更与继位亲善。著三位是春秋载刘表仪谈书曰：天堵降害，或南阴流，分公卒允，四海盗心，
贤应承统，遐而属望，贤欲展不履历，以投盟主，遂亡之日，犹存之怨也。何物轻盈飞于干金无极，由于二垒，使古公分为二体，被履爵位一身。习三王五伯下，及战国父子相残，盖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显宗主，或欲以故疑似未有弃亲及义，误其本根而能重业继功，垂作后世者也。若其相负九世之仇，是盖族群衍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国由之恨于其，未若文公、太公之愤曹。宣子之成业，未若人君之计同也。且君子之为难不是仇国起，可望先君之愿，弃至亲之好，为万世之戒，宜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地之采，既已然矣。人君当降至入身，以匡国为务。虽见增于夫人，未若正庄之于将士，兄弟之贤，未若仲华之于项傲也。然庄公有大岁之乐，项寿有鼻之风。愿弃捐前分，远思旧义，父为母子昆弟如初。又疑尚书曰之变起心郭 ,PG205, 或结同生追燕伯，使沈之宗望长帝死丧之意，亲寻干戈。将士流血，闻之哽咽，虽存若亡。习轩辕有着陆之战，周武有伤燕之师，皆所以剪除会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是争喜怒之愤也。故虽灭亲，不畏由诸兄不伤义。今二军出城鸿雁，转计前轨，竟有国家亲为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父，当为义士。物为国士康，何者？今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民于屈直，人君度数宏广，绰然有余，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足先公之恨，是定。之后乃易屈直之计，不亦善乎？若留神远途，克己复礼当。镇边长驱，共差王室，若迷而不返，为而无改，则狐疑将有窍。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角力为君之义哉？此寒庐，东郭自困，于前而宜田赋之祸者也。奋勇贺望，既闻何同之声，若其态也，则元足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韩上既不从，汉晋春秋宰沈沛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亡命，苟有徒为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护义也。是以周公垂泣而闭馆，蔡之玉既有虚膝而行真熟之阵，何则？必重人轻，是不得已也。习颤灵公废蒯聩而立者，蒯聩位不道，入期以篡，颤师伐之。春秋传曰：以时曼孤之意，谓可以拒之，是以蒯聩中获叛逆之罪，而曼孤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习先公废黜将军以恤贤兄，立我将军，以为世嗣，上告祖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谓兄子，将军谓先公谓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恶事，出入之分，于斯一名，事实凶臣。冯骥万化蛇族，取此谄媚，交乱一清，将军愤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我将军亦奉命呈旨，加以迎行。自是之后，庸居后愧，骨肉无私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权之福，故惜浅强。PG206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担府库之财，结石土之石，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
君臣相遇，共颤金辉。战魏宴行，复魏必主，虽清仓复库，简拨名物，上下心待，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中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刺。魏魏将军心合一同，混其一体，必当病危偶事，欲寇宁家。何图凶险谗特之人，造势无端，诱导奸吏，致令将军幡然改图，望校友之人，听豺狼之谋，诬先公费力之言，为尽在丧之位，背纪纲之礼，不顾逆顺之节，横议冀州之主，欲帮先公之计，遂放兵超拨，屠城杀吏，交尸银元，裸名满野。或有为病发夫割截之体，翻魂痛于幽冥，疮痍号于草席。又乃屠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欲有分界。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则使身体玩具而已。闻此言者，莫顾惊愕失气，道心灰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是我周君臣是有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尽失拱莫矣。听执事之徒，则据为春秋死命之节，以太夫人不测之患，允先公高氏之业。且三军愤慨，人怀思怒，我将军辞不获矣，以及管逃之意。是时外围遇难，内实起罪，既不建设而徒入古图各二三齐心，凌晨叛逆，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为将军当少垂青青之人，况已缓追之会，而乃寻踪孽鬼，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言行，而将军势屡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事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海口怀如初之爱，而纵情似怒，去破家门，其种鹤唳，连结外仇，散风雨火，波增毒誓，烽烟相望，射血千里，遗成恶名，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援，保证疆域，虽近交累，未侵境域，然望金辉能不勇叹，配等被先公家臣，奉费力之命，而徒等干国乱家，理有常行，故奋毕州之父，以除将军之籍。 TG 207。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嚎于将军鼓掌之上，配等一坦公不提，以待抚越之行。若必不圈，有以国币图头部现君不悬种，愿将军降度事宜，习以还绝。典略曰：谈得舒畅然，登城而泣，既结于郭图，亦以兵锋累交，遂战不解。注四先贤行状曰：沛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袁绍领冀州，委以复兴之任，以为至忠别驾，并总幕府。出谭之去，皆呼心疲。郭图家得出，而新平家独备收。即沛兄子开城门内兵，时沛在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入，愤心郭坏败冀州，乃遣人持异夜狱，只杀众至家。是时新皮在军闻门开，持走异狱，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福沛将义帐下，新皮等逆以马鞭及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沛故曰：狗辈正有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身我邪？有卿公引荐未配知谁开青城门？沛曰：不知也。曰：自卿闻子荣耳。沛曰：小儿不足用，乃至此。公父谓曰：囊日孤之行为，何怒之多也？沛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耳也。有意欲活之。
佩季无脑辞而心疲等嚎哭不已，乃杀之。初，冀州人张子谦先将，素与佩不善，笑谓佩曰：“正南亲，竟何辱我？”佩厉声曰：“汝未将鲁，沈佩为忠臣，虽死岂若汝生邪？”林行行是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军在北。”鄂兹山阳公载季及原为献帝春秋，并云太祖兵入城，沈佩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陈松之以为佩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未易了。不知兹伪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汉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往视听，贻误后生。 PG 208。以识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太祖之为业也，谈略取甘霖、安平、渤海、河间，攻上虞、中山，上走固安，从西谈西收其西。太祖将讨之，谭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龙凑。十二月，太祖军其门，谭不出，夜遁奔南皮，临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斩谭及屠等。西上为其将交处，张南所攻，奔辽西。乌丸，处自号幽州刺史，驱绿州郡太守令长，被袁相曹陈兵数万，杀白马蒙，令曰：“为命者斩。”昔莫敢与，各以刺煞。至别驾韩衡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志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亦缺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为也。”一座为衡失色。处曰：“夫心大事，当立大义，使之既否，不待一人，可足衡志以立事君。”高干叛，直上党太守，举兵守湖口关。遣乐进、李典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干，干乃留其将下诏邓生守城，自缢匈奴丹。于求救不得，独与数其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不斩之。一十二年，太祖至辽西及乌丸，上西与乌丸逆军战，败走。奔辽东，公孙康又斩之，送其首。二太祖高韩横节，屡辟部，至卒于家。三，注意点略曰：上洛都御王衍获高干，以功封侯。其妻哭，于是以为衍富贵将更娶妾，因而多己爱故也。注二点略曰：上魏人有勇力，欲夺取康熙，与西谋曰：今到康必相见，欲与兄首及之，有辽东游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计曰：今不取西，尚无以为说于国家，乃先至齐，今勇于旧中，然后请西。上西上入康，伏兵出，皆伏之。 PG 209。坐于洞地，上函求袭，西曰：头颅方行万里，何袭之位？遂斩首。韩字显思，西字显义，上字显甫。吴书曰：上有弟名买，与上俱走辽东。曹瞒传云：买上兄子，未降。注三先贤行状曰：横字子佩，代郡人，清脆有雅量，少丧父母，奉养兄姐，宗族称孝悌焉。袁术字公路，司空冯子，少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立直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董卓之将废，弟以术为后将军。术亦为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杀太守孙，兼杀南阳太守张咨，术得据其郡。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四欲争敛无度，百姓苦之。既与少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联公孙瓒。少与瓒不和而南联刘表，
其兄弟妻二舍近交远如此，亦引军入陈留。害卒与少合集，大破数军。数已于西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齐州。二以张勋、乔蕤等为大将军。李傕入长安，欲结束。魏源以数为左将军、封阳翟侯，驾节遣太傅马日低因巡行，拜寿。数夺日低节，拘留不遣。三，注意吴书曰：“时义者以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少帝佑，若为贼臣所立，又不是母氏所出。幽州牧留于素有的望，少等欲立之以安当时，使人报数。”数观汉室衰临，因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少。少父与数书曰：“前与韩文杰共建勇士之道，欲海内建在兴之主。今昔民有右军吴写庄之属，公卿以下皆昧士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官要，皆自促死于西。东立圣君，太平可计，如何有疑？又世家见路，不念子虚，可复北面乎？为天不祥，愿降思之。”树答曰：“圣主聪锐，有周成之职。贼卓因为乱之际，威 PG 210，伏百僚，此乃汉家小恶之会。乱尚未厌，复欲兴之。买云金主，吾写庄之属，岂不呜呼？先人以来，义士相承，忠义未先。太傅公仁慈恻隐，虽知贼卓必为祸害，以信训义，不忍去也。门户灭绝，死亡流漫，信蒙远近来相附助，不因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图于此，非所闻也。”又曰：“世家见路，可复北面，此卓所谓起国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愁，况非君命乎？楼楼赤心，志在灭卓，不是其他。助二臣松之案英雄计，陈温字元替，汝南人，先未阳周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以领州败散，奔沛国，魏兵所杀。袁术更用陈与魏扬州，与字公伟，下裴人，与计领州而数败。于丰丘南向寿春，与拒数不纳，数退保阴陵，更和军攻与，与拒走归下裴。如此，则温不为数所杀，与本传不同。”注三三府绝录注曰：“日低字翁熟，马荣之族子，少传荣业，以才学进，与杨彪、卢植、蔡邕等点校中书，立位九卿，遂登台府。”献帝春秋曰：“数从日低借节官之，因夺不还，备军中千余人，使促辟之。”日低谓数曰：“卿家先是诸公，辟是云何而言促之？魏公府愿可结的乎？”从数求去，而数留之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惠而死。时沛乡下裴陈归，故太尉求弟子也。数与归俱公族子孙，少共交游。数与归曰：“习秦失其政，天下偶雄争而取之，坚智勇者足受其归。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以成因亦有未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之乎？若及大事，子时未无心。”吕归中子应时在下陪，数并携直应，徒必至归。归答书曰：“习秦末世，四暴自秦，虐流天下，独备声名，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虽济世，未有亡秦科暴之乱也。曹将军神武应齐，心腹典型，将波平凶特，钦定海内，幸有争议，以为足下当剿。 PG 211，立同心，匡益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辈救之，故臣至情，虽逆于耳，骨肉之会也。欲无营私阿父，有犯死不能也。”兴平二年冬，
天子拜于曹阳。树会偶下位曰：金流是为。若海内鼎沸，吴家四世公府，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昔莫敢对。主不言相敬曰：习周自后继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服是因。云公虽亦是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为，未若殷纣之暴也。树黑然不悦，用河内张皮之符命，遂借号亦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至公卿，辞南北郊，荒尺滋甚，后宫数百，皆服起胡余粮肉二儿事。卒洞内，江淮咸控尽，人民相食。数前为吕布所破，后为太祖所败，奔其不取雷薄、陈兰于各山，复为所惧，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少，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到死。损妻子医术故，立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建收视。庶女入孙权宫，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于犬子奋。注一点略曰：庶以原姓出陈，陈顺之后，以土成火，得应运之赐。又见谶文云：待汉者当屠高也。自以名字，方知乃见号称重视。注二九州春秋曰：私立逢方女，国色也必乱扬州。庶更成见而悦之，遂纳焉，甚爱信。诸父害其宠，与之曰：将军贵人有志节，当时时替弃忧愁，必常见敬重。冯氏以为然，后见庶者垂涕，庶已有心志，亦哀之。诸妇人因共绞杀，悬之测量，庶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乃后加病殓。著三位书曰：庶归帝号于少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妾正在家门，豪兄角逐，分裂将与此与周之末年七国。PG 212。分事无益，足强者兼之耳。家园是受命当王，福瑞凛然。今君拥有四周，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操欲扶衰整弱，安能续绝命，就以灭乎？少因然之。吴书曰：庶既为雷薄等所惧，留住三日，是夕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林陌上，叹息良久，乃大婉曰：袁庶至于此乎？因顿服墨下，呕血斗鱼而死。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之名，号八骏，亦长八，始于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愿为北军中后。灵帝崩，代王睿位，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和兵军襄阳。二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坚为刘石所中死。军败，数岁不能胜表。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魏袁，难矣。表魏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驾节。天子都许表虽浅，持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至中邓西见表，表不听，三西辞。急而退，中表之事。张继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刘石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既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木易，木受调不受贺也。使人纳其息，息闻之喜，遂服从。长沙太守张宪叛表，四表为之连年不下。宪病死，长沙复立其子义，表遂攻并义，南收灵贵，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五，注意张凡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玉、王访、宣敬、公楚公、公绪公、刘之、田陵卫八交，或谓之八顾。汉
莫名是陆云，辽与汝南陈祥字仲林，范滂字孟博，鲁国孔玉字世元，渤海愿康字仲真，山阳谭夫字文友，张简字元杰，南阳岑志字公孝卫八友。谢成后汉书曰，表授学于同郡王畅。畅位 ,PG, 213。南阳太守行过忽简。表十年十七进谏曰，奢不见上简。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渠伯玉尺独为君子。辅君若不失恐，圣之明训而目夷其之莫操，吾乃皎然自疑于世。畅答曰，以曰失之者先矣，且以狡俗也。注二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竟有南阳之西。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被与魏华、荣长各组兵作乱。表出道单马入宜城，而言中卢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贼甚盛而西不复，袁术因之或惊之矣。吾欲征兵，恐不及，其策安出？良曰，西不复者人不足也，复而不至者亦不足也。苟仁义之道恒，百姓归之如水之去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故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被与皆五人不足虑。宗贼率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事之以利，必以息来。君诛其无道，辅而用之。益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抢复而至矣。兵及西复，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树等虽至，无能畏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易度之计，就范之谋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55人皆斩之，袭取其息，或及受不取。为江夏贼张虎、陈生勇西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纪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西平。注三汉晋春秋曰，表达西曰，内不失共职，外不卑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至中独何怪乎？注四英雄记曰，张宪南阳人，先作零陵贵阳长甚德江相艰辛，然性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宪由是怀恨，遂叛表焉。注五英雄记曰，周介偶寇既进，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其吴凯、宋忠等撰五经章句，为之后定。PG 214。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松，别驾流。先说表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位，岂成其必可也？若不然，故将则所从。将军勇时，万之息安坐而观望，不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愿立即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谓将军计者，不若举周以赴曹公，曹公必重的将军，常享福，坐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松义太祖以官虚实。松还，深沉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职。表疑松反为太祖说，大怒，欲杀松，考杀随松行者，知松无他意，乃止。一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类也。注一父子曰，初表谓松曰，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
曹公勇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性。松对曰：圣达节，赐守节。松，守节者也。夫是君为君，君臣明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职，为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此也。以松观之，曹公至民，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力。楚国时受其幼，使松可也。设计位，定松使京师，天子驾松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立耳。在君为君，则松守天子之命，亦不得复为将军死也。为将军重思，无复松。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松。侍中、千零零太守，还称朝廷曹公之的也。表以为怀二大，会辽属数百人，陈兵见松，盛怒，持节将斩之，数曰韩松。感怀二邪，悉皆恐，欲令松懈。松不动，谓表曰：将军复松，松不复将军。据臣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见之曰：韩松，楚国之望也。且其 PG215 言直诛之无辞。表乃伏诛而求之。刘备奔表，表后代之，然不能用。一介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著遗汉晋春秋曰：太祖之使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谓备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是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未恨也。初，表及妻爱少子从，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谓之之党，乃出长子齐为江夏太守，昔遂奉从未嗣。其与从遂未仇隙。一月，松及东曹愿父训等说从归太祖，从曰：今与诸君聚权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谓不可乎？训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惧人主，逆也。以心造知楚而欲国家，其是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风，避王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从曰：吾不若也。训曰：诚以刘备不足欲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欲曹公乎？则备不畏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从举州将备走奔下。口二注意点略曰：表疾病，其还省疾，其性慈孝，冒云孔。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下，为国东凡，其任至重。今世西而来，必见浅怒，伤亲之欢，心已增其疾，非孝敬也。遂恶于户外，时不得见，其流涕而去。 PG216 注二父子曰：训子公悌，因为伯达有之人见。悌公府拜尚书郎，后克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位，侍中、太和中卒训在荆州，募庞统为伴英雄，正陪前中以亲行险。统遂赴刘备，见代赐于诸葛亮，前位置尚书令，并有名德。即在魏朝，魏凤以才治文，训谓之必反，足如其言。训帝子古别有传。汉晋春秋曰：王威说刘琮曰：曹操的将军计将刘备已走，必解持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骑兵数千缴之于险，操可获也。或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下虽广，可传习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
从不纳。搜神记曰，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节矣。言自中兴中平矣。来，荆州独权，其刘表未睦，民又丰乐，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始衰者，为刘表妻死，诸将病临洛也。十三年无节矣者，表当又死，因以丧破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忽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现以为妖言。戏欲越鱼，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谷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现乃出之。去又歌吟曰：“不义李立为贵人。”后无己，太祖平荆州，以擢郡李立。自建贤为荆州刺史，太祖以从为青州刺史，封列侯。一蒯越等侯者十五人。魏光禄勋，二松大鸿胪，三西侍中，四迁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五著一魏武故事载令曰：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伏仙江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震南久用其名矣。申梅之后 PG 217。诸子鼎志，虽终南权，犹可引日。青州刺史从新高志节制，申律广清荣重义，薄利厚德，灭万里之业，呼三军之息，堵忠正之体，教令民之欲，上要先君之遗臣，下图不朽之余作。暴勇之气，并州斗荣之礼，五郡未足以御也。虽封列侯一州之，魏犹恨此宠未负其人，而彼有兼求海州。监使虽尊，至禄未优。今听所执，表从未建议大夫参同军事。著二父子曰：越蒯通之后也，身中足智，回节有雄姿。霸将军何进闻其名，辟魏东曹院。越劝进诸诸燕关，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魏汝阳。令左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诏书拜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邑度耳。建安十九年卒，临终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韶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著三先贤行状曰：松字德高，益阳人，少好学，平不改。操治世将乱，不因三公之命，与同好数人隐居于利西山中。黄巾起，松避难南方，刘表逼以为别驾，转从事中郎。表交祀天地，松正见不从，渐渐为武。奉使道许是在前住荆州平，松疾病就在所拜受大鸿胪应寿。住四溪张陵人，著五零零先贤传曰：先自始宗博学强记，有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为刘表别驾，奉张义许见太祖。时宾客并会，太祖问先刘穆如何交天也。先对曰：刘穆托汉室废府，楚穆国之位，而遭王道未平，偶兄塞禄报玉国而无所聘府。修张表而不获达御，是以交天四帝，昭告赤城。太祖曰：偶兄为谁？先曰：举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雄。 PG 218。皮之士不齐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先曰：汉道陵时偶生憔悴，既无忠义之士，亦待天子，虽宁海内使万邦，归德而祖兵安忍，曰：莫己若既蚩尤至伯父见于今也。太祖黑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使为汉尚书，后为魏国尚书令。先生同郡州不疑，字元直，零陵人，
先前传称不宜用。有一才聪明敏达太祖欲以女妻之不宜不敢当。太祖爱此。仓叔素有才智，未可与不宜为仇。及仓叔卒，太祖心计不宜，欲除之。文帝见以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驾驭也。乃遣刺客杀之。至于文章制曰：不宜死十年十七，这文论四。少。是与曰：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一见发。表疾，妻身形如生，分香闻数里。平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叔弃以来，代未之有也。一袁术奢淫放肆，容不中己，自取之也。二袁绍、刘，表鲜有威容，弃官之名当世。表跨到汉南，少阴阳和硕，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绝，有才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废。狄立树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簇，社稷倾覆，非不幸也。袭项羽被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于元矣。注意英雄记曰：习大人见临洮而同人助，临洮生卓而同人毁，是有卓而大乱作，大乱作而卓身灭，亦有矣也。注二臣松之以为节，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西恶乃着董卓自窃权柄，至于允弼，记其日月未盈三周，而或重山岳，独留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书气未有，私言未当。但平记曰：贼忍，又云不忍贼。忍不忍，于此未重。袁术无豪芒之功，先界之善，而畅狂于时，望自尊利，故一夫之所恶晚，人鬼之所同极。虽复功简洁。PG 219。用而犹必父王不暇，而平淡云奢淫不忠，未足见其大恶。PG 220。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萧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其都尉，屯河内，以部为主部，大建清代。灵帝崩，原将兵。亦洛阳，亦与何进谋诛诸黄门，败执金吾，进败董卓入京。都将未乱，欲杀袁，并其兵西。卓以部见信于袁，又不令杀袁，不斩袁首一卓。卓以部为其都尉，甚爱信之，是谓父子。注意英雄记曰：袁子建阳，本出自韩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南，有锦籍，追寇鲁辙。在其前，才智疏，少有利用。不便弓马，履历过人，号为飞将。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以喻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不自颤。然卓性刚，而贬奋不思难，常小失意，拔手起直步。不全节必之一，为卓故谢卓意一解，由是因怨卓。卓常使不守中和，不与卓事必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注意诗曰：无权无勇，职位乱接。注权力也。先是司徒王允以不周礼撞见，后接纳之。后不意允臣，卓己见杀状。石云与仆射是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不使为内应。不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PG 221。死不暇，何谓父子？不遂取之，手刃刺卓。与在卓船，允以不畏奋威，奋武将军驾节，以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故自杀卓后，贵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
一步不能拒，绝等遂入长安。卓死后六旬，不亦败。尔将数百骑出武关，欲议袁术。注意英雄记曰：郭汜在城北，不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不乃独共对战，不以矛刺中死。汜后骑遂前救汜，汜不遂各两罢。助二臣松之案英雄记曰：朱书不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润，不及六旬。不自以杀卓为数报仇，欲以得之。数恶其反复，拒而不受。北益袁绍，绍与不及张燕于长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故有良马曰赤兔，一常与其亲近。成连、魏越等献封屠臣，遂破燕军。而求一兵西，将士超略，绍患计之，不绝其意，从绍求去。绍恐还未己害，遣壮士夜掩杀部，不获。是路不走河内，二与张扬合。绍令西追之，皆未步，莫敢逼近者。三，注意曹瞒传曰：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注二英雄记曰：布自已有功于袁氏，亲傲少下珠江矣。未善相属志，不足贵也。不求海洛，少驾不领私立校尉。外言，当遣内御杀布。明日当发，少遣甲士三十人，此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未使人于帐中鼓争。少兵卧，不无何出帐去，而兵不绝。夜半兵起，乱卓不莫备，未未已死。明日少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隐去。PG 222。注三英雄记曰：杨吉不取珠江，皆受爵四构木共图。布不闻之，谓杨曰：不青州里也，轻杀不于轻弱，不如卖不可及得四绝绝宠。杨于是外许四绝，内使保护。不四绝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故为颍川太守。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碍，事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于邈友，替公府以高帝拜齐，都尉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太祖于邈手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颤资将兵随太祖。袁绍继位盟主，有骄矜色，邈正义则绍。绍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则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为也。邈知之，亦得太祖。太祖之争陶谦，是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其亲如此。吕布之时，袁绍从张扬也过邈临别，把守共事。绍闻之，大恨。邈谓太祖：中尉绍及己也，心不自安。兴平元年，太祖父征迁，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嗣、王凯共谋叛太祖。公说邈曰：今雄杰必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西当四战之地，福建故免，亦足以为人豪，而反至于人，不以比乎？荆州军东征，齐楚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全迎之。共目兖州，观天下形势，四时势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公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西东营部为兖州。目据濮阳，郡县接应，为郡城东阿范为太祖守。太祖引军还，与部战于濮阳，太祖军不利，相持百余日。是时岁旱，崇黄、少谷百姓相食，不东屯山阳。二年间，太祖乃进复收诸城，即破布于巨野，不东奔刘备。
一秒同步刘超江家属 PG 223屯雍丘太祖公为数月图之斩超及其家秒一元数请就位至自为骑兵所杀二注意英雄既曰不见备甚敬之未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不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不杀卓东出关东诸将吴安部者皆欲杀不灵请备于帐中作父母上令父相拜卓酒饮食明备未地备见不语言无常外然知而内不说注二献帝春秋曰袁术亦称尊号秒魏术曰汉巨火得绝而复阳得则风流诞生明公公居轴楚中入则享余上席出则为西牧之所属华或不能增其高渊泉不能同其量可谓唯唯荡荡无与为二何未舍此而欲称制恐服不盈自或将义士庄周之称交际犀牛养四今年一以文秀载执鸾刀已入庙门当此之时求为孤独不可得也按本传秒艺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见称尊号未详熟事被东极术不喜取下陪被海归部不遣被屯小沛不子称徐州刺史一数遣将纪灵等不齐三万公辈被求救于部部诸将谓部曰将军常欲杀辈今可假手于数部曰不然数若破辈则北连泰山诸将无畏在数为中不得不救也便言步兵千骑二百驰往复辈灵等闻不至皆练兵不敢复攻不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灵下请灵等灵等亦请不共饮十不为灵等曰玄的不地也地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不信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不令门后于营门中举义之己不言诸君官不设及小之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不举功设己正中小之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PG 224注意英雄既曰不出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喜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数门户数举兵关东未能图列卓将军朱卓送其头首魏数扫灭仇耻使数名目于当世此生不愧其功亦也袭将金元修向兖州辅翼封不封秋为曹操逆所惧破琉璃蹦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数复名目于遐迩其功二也数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数对战数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数数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胡少今送米200,000斛迎逢道路非执此旨当落亦复制若兵器占据他所伐少大小为命不得书大喜遂造下陪典略曰元修名上京兆人也上与同郡为修府第五文修具著名号为三修上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儿太祖以临兖州上南依袁术术见号欲以上位太尉不敢显言司使人奉之上无屈意术亦不敢强也建安初上逃骸魏术所害其后上丧与太傅马日低丧俱至京师天子加上忠烈魏之资皆召百官吊祭拜子伟郎中而日低不语焉英雄记曰不水路东下军道下陪西40里备中郎将丹阳许丹夜遣司马张狂来一部言张翼德与下陪相曹豹共争翼德杀豹
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已暮岁夜尽，臣到城下。天明，丹阳兵西开门内步兵，不于门上坐，不齐放火，大破义的兵，或被妻子军司及不取将吏。是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不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部所，至下裴府，一听是河外，同声大呼公河，河间不得入。故不知反者为谁，直千夫磕头坦衣，湘江从混上排壁出，一嘟嘟高。顺迎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步，不言河内儿生。顺言此好盟也。顺即言兵入府，弓弩并射蒙西。蒙西 PG 225。乱走天明还故营。蒙将曹信反蒙，于对战，蒙刺伤信，信卓。蒙一臂，顺着蒙手，莫于信送一步。不问信，言蒙受袁术。谋，谋者惜谁？信言陈宫同谋。石公在座上，面赤，傍人悉觉之。不以功大将，不问也。信言蒙常以此问。信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及也，不亦蒙狂或不止。故谓信曰：卿见尔也，善养视之。创欲使安抚蒙故营，领其息。数欲节不未圆，乃为子所不女，不许之。数遣使韩胤以见，豪亦告不，并求迎父。配相臣归恐数不成婚，则徐阳何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不曰：曹公奉迎天子，扶赞国政，威临。命是将征四海，将军已与协同策谋，图泰山之安。今与数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故意愿数出不己受也。女已在途，追还绝婚，谢送韩胤，枭首许氏。归欲使子登义泰，祖步不肯遣。会使者至，拜不左将军。步大喜，即听登往。并令奉章谢恩。一登见太祖，因臣不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太祖曰：不，狼子野心，城难久养，非卿莫能救。其情也。即增归至重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太祖侄。登守曰：东方之事，便已相负。令登因何不惜以为内应。注意英雄记曰：出天子在河东，有手笔板书召不来迎。故君无蓄积，不能自治，遣使上书。朝廷以故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阳界王师文字，太祖右手书后加慰劳部，说启迎天子，当平定天下义，并诏书构谷公孙瓒、袁术、韩先、杨凤等。故大喜，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之。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复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戴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拔太祖曰：不获罪之人，分为诸首，守命未落，后见褒奖。 PG 226。众见构谷袁术等诏书，不当以命未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击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应寿来拜部。太祖右手书语不曰：山阳屯宋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未作印，国家无子寿，自取所带子寿以吉星。将军所使部梁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父重上以乡民忠诚。不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寿答太祖。
使不应登求徐州牧，登还不怒，把己擢己曰亲父。劝吾协同曹公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疑惑，而亲父子并显重，为亲所卖耳。亲谓无言，其说云何？庚不畏动容，徐玉之曰：庚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保其肉，不保则僵。是人，公曰：不如亲言也。譬如养鹰，饥则未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故意乃解。树怒与韩暹、杨凤等连事，遣大将张勋公布。穆未归曰：今至树君，亲之有也，未知奈何？归曰：先奉与树卒何之君耳，策谋不速定，不能相维持，子登策之，彼之连机，是不惧期，可解离也。勿用归策，遣人说先奉十余己病，必共及数君，君资所有，悉许先奉。于是先奉从之，勋大后败。一注一九州春秋载不与先奉书曰：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公于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故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及破数，建功于天下，此时不可失也。先奉得书，即回计从部。部进军去，勋等引百步，先奉兵同时并发展。石将首，杀伤堕水，死者不可胜数。殷琼计曰：部后又与先奉。PG 227。尔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掳掠，到钟离，大获而还。嫉妒。淮北刘叔与树曰：足下士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为一指之耳。不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贤，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未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污天下，天下之人安可进屋？古者兵骄，实在其贤，造策者非不先畅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勿度毕，数自将不齐五千洋兵。淮上不齐皆于水北大嗨笑之而还。时有东海萧剑卫郎携乡，至举保城自守，不与不通。不与见书曰：天下举兵本矣，诸董卓耳，不杀卓来一关东，欲求兵西营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故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举与夏培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义，县县自亡也。习乐一攻齐，呼西下齐七十余城，为举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终有田丹故也。不虽非乐意，君亦非田丹，可取不书与智者详共议之。见得书，即前主不羁肩上礼，共良马五匹。见寻为臧霸所袭破，得见资时，不闻之，自将不齐相举。高顺谏曰：将军攻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魏服不宜亲自出军，如祸不结，损民非小。故不从。霸魏，故引还超报果登城据守。故不能拔，引还下邳。霸后复，与不和。建安三年，故复叛魏数，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就被魏顺所败，太祖自征部至其城下，一不输。魏臣祸福，不欲将陈宫等自以负罪身，举其计，一不遣人求救于树，树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二树亦不能救，不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但信诸将，诸将各异，亦自疑，故每战多败。
二祖倩为之三月。DG 228。上下离心，其将侯成、宋宪未续浮尘功，将其西降。三步，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为急，乃下降。遂生伏部，故曰伏。太急，小缓之。太祖曰：伏虎不得不及也。不请曰：云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云公将布令布，将其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一色。刘备进曰：云公布，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汉之，故因指备曰：是。而最颇信者，似于是亦杀布。布与公顺等皆枭首送许，然后葬之。五，著一献帝春秋曰：太祖君至彭城，臣公为布一逆疾，知以逆疾劳无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来攻，促着泗水中，及太祖君攻之急不虞。白门楼上谓君士曰：清曹无相困，我自守当自守。明公，陈公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头，直其可得全也。著二英雄计曰：不遣许四、王凯告急于树。树曰：不，不与我女李自当拜，何为复来相闻邪？四，凯曰：明上，今不救不，未自拜耳。不破，明上亦破也。数十见号故乎？为明上，数乃言兵未不作声援，不恐数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绵缠女身，扶着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数与太祖守兵相。处隔射不得过，复还城。不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其断。太祖良道，不期谓曰：将军自初断曹公良道是也。公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公顺必不同心共成守也。如有错叠，将军方于何自立乎？愿将军帝记之，无为公等所误也。妾席在长安，以为将军所弃，赖得旁书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不得，妻言愁闷不能自觉。魏氏春秋曰：陈公未不曰曹公远来，事不能久。若将军已不齐出屯，魏氏于外，公将于西必守于内。DG 229。若向将军，公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未救于外。不过，旬日军时必进，急之可破。不然之，不期曰：袭曹世代公台如赤子，有舍而来。今将军后宫，还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不乃止。著三九州春秋曰：出不齐将侯成遣客牧马15匹客，西驱马去，向沛城，欲归刘备。城自将其逐之，西的马还。诸将和李贺城，城酿五六壶酒，列得十余头猪，未饮食，先持半。诸五斗酒自入亦不前，会言贤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猪。将来相贺自酿少酒，列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为义。不。大木曰：不敬酒，轻酿酒，诸将共饮食，作兄弟，共谋杀不邪？乘大惧而去，弃所酿酒，还诸将礼。由是自疑，会太祖为下陪乘，遂领西将。著四英雄计曰：不为太祖曰：不待诸将后也，诸将临，即皆叛不临。太祖曰：亲被妻爱诸将父，何以为后？不默然。献帝春秋曰：不问太祖，明公何寿？太祖曰：君何以是孤？不曰：席在洛，会温是元。太祖曰：然，孤望之矣，所以寿，恨不早相得故也。不曰：其还舍射钩，使管仲相，今使不竭股肱之力，为
公前屈可乎？不服即谓刘备曰：“玄德亲为作客，我谓直鲁不能一言以相宽乎？”太祖笑曰：“何不相与而素，民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宽服。”主簿王弼趋进曰：“不，秦鲁也。其西境在外，不可宽也。”太祖曰：“本欲相缓，主簿复不听，如之何？”祝武英雄计曰：“舜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仪。所将700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炼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献臣营。舜每见部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 PG 230。民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则喜言误，误不可恕也。不知其中，然不能用。不从好谋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即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意中无恨意。太祖之秦公也，问公欲活老母及女不？公对曰：“公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人失四海者不伐人之四，老母在公不在公也。”太祖召养其母中其身，嫁其女。一注意于事典略曰：“陈公自公台东郡人也，方直列状，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魏布画策，不美不从其计。下陪败，军事直不及功。太祖皆见之，与与平生，故不有求活之言。”太祖谓公曰：“公还，卿平常自谓志计有余，今竟何如？”公故止步曰：“但作此人不从公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秦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当云何？”公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公曰：“公闻将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公曰：“公闻将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嗣，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谓复言。公曰：“请出旧路，以明君法。”遂驱出，不可止。太祖弃而送之。公不还故。公死后，太祖待其家皆后于出。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右及角吕布有功，家福。郭将军，年39卒。后许嗣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作表语。被共论天下人，嗣曰：“陈元龙湖海之事，豪气不除。”被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未善事不疑。” PG 231。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被问嗣君言豪，您有事邪？嗣曰：“习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与自上大漠卧，使客卧下漠。”备曰：“君有国事之名，今天下大乱，地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会也。何元当与君与？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莫之艰险？”表大笑。被因言曰：“若元龙闻吾胆志，方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一注意先贤形状曰：“登重量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服饰，记名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纵。”年二十五举孝廉，除东阳长，养其玉孤，视民如商。是时是荒民饥，周穆陶谦表邓未典农校尉，乃寻土田之宜，尽凿盖之力。西道风饥，
奉使道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令因河西以图旅。故登在广陵，明神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戍守归命。未及其年，公化已旧，百姓畏而爱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道下邳，登率郡兵为军先驱。时登朱棣在下邳城中，不乃直登三弟，欲求和同。登执意不挠，竟为日急。不次兼张宏聚于后垒，夜将登三弟出救登。不计伏诛登矣。公家拜伏波将军，甚得将怀贤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齐城，贼出到金甲覆水，偶下贤以金贼息。时备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路，不能久处，必寻隐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袭马文渊之在司位，能南平百越，北灭偶敌，无计不能扼除凶特和陶寇之威胁。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毕。门自守，使若不与战，将士贤生，即若无人。登城城望形势 ，PG 232，知其可及，乃身令将士速整兵器，内爽开南门，引军一贼营，不齐抄其后。贼周章、方杰臣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蹦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愤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公曹陈角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数一炬，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聚起火，火燃其炬。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乐兵坠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广陵吏民佩其恩德贡，拔郡随登，老弱抢赴而追之。登晓与令孩曰：“太守在清郡，平治无寇，幸而克计。诸卿何患无令君乎？”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风石养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宫，拜登袭宿卫郎中。臧洪字子元，广陵射阳人也。复名立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一红体貌魁梧，有异于人，举孝廉尉。郎时选三属郎以补县长。郎携诏欲为举长，东来刘繇下一长。东海王朗资秋长。红极秋长，灵帝末弃官海家，太守张超请红卫公曹，著一谢成《后汉书》曰：“民有干事才，达于从政，为汉良吏。初从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卢奴令，冀州举游邑，迁扬州刺史，丹阳太守。是时边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举能，迁民匈奴。中郎将。讨贼有功，征拜一郎，还京师。见太尉元冯，冯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明据答言西域本36国，后分为55，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理近远，人数多少，风俗造诗，山川、草木、鸟兽、异物、民种，不与中国同者。西口陈其状，手画地形 ，PG 233。冯其奇才，叹其言，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加此？明转拜长水校尉、中太原太守。董卓杀弟，图为社稷。洪说超曰：“明府立誓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为贼臣魏萧，此诚天下义烈报恩所命之。”秋也，金郡尽上权，吏民殷富，若动包谷，可得二万人，以此。
诸除国贼，为天下唱先一之大者也。超然其言，与鸿羲至。陈留见兄邈既逝，邈亦素有心，会于酸枣。邈谓超曰：“闻帝为郡守，正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鸿。鸿者何人？”超曰：“鸿才略智数优超，超甚爱之，海内其士也。”邈即引荐鸿，与与大异之，至至于刘演周公山，孔玉周公绪，皆与鸿亲。善，乃设坛场，方共盟誓，诸州郡更相让，莫敢当，咸共推鸿。鸿乃升坛操盘歃血而盟曰：“汉室不幸，黄冈失统，贼臣董卓诚信纵害，霍家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减父死。”海兖州刺史代、豫州刺史胄、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冒广、临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角力矣。至陈杰云守丧元，必无二志。有于此盟，必坠其命，无可一遇。皇天后土，祖宗明灵，时皆见之。鸿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虽足五思养，目不激扬，人思至节。一清之诸君莫是先进，而时尽西散。注意陈松之案，于时此盟只有刘岱等五人而已。魏世春、邱恒内、刘表等数人，皆非事实。表保拒江汉，身未尝出境，何由得与鸿同谈而盟乎？超遣弘毅大司马刘虞谋直公孙瓒之南，至河间欲忧，继二州交兵，使命不达。而袁绍见弘，又其众之，与结分和好。PG 234，会青州刺史交河卒，少使弘领青州以抚其息。一弘在周二年，偶道奔走，少叹其能，喜为东郡太守，至东武阳。注一九州春秋曰：出平中，交河为青州刺史，事实英雄，并起黄金扣报，何物及同盟，据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君于河而西，为九而援。曹二公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金岁，广图列成邑，何不能御？然军器上立，战事上息，尔尔目真。罗不赦，孔洞之言妄志，妄寇奔走，未尝皆风尘交其骨也。欲作县兵完审核，令贼不得渡，导其偶神，求用兵必利，其事长。臣于前乌柱不去于侧，入见其清谈盖云，出则混乱，命不可知。周岁萧条，西魏丘墟也。太祖为张超于雍丘，超言为是臧鸿。当来救吴，昔人以为援曹方木而鸿魏少所表用，必不败好招获远来赴。此超曰：“子元天下义士，终不卑本者，但恐见进志不相及待耳。”鸿闻之，果图显豪气，并勒所领兵，又从少请兵马求欲救超，而少终不听许，超遂卒灭。鸿由是怨少，绝不与通。少兴兵为之，历年不下。少令鸿一人陈灵书与鸿，欲以祸福，则以恩义。鸿答曰：“隔阔相思，发于物昧。信相去不武之间耳，而以去舍亦归。不得相见，其未创量，可谓心哉。前日不疑，彼入雅旷，数去祸福，公思切至。”所以不及奉达者进学宝彩顿不足赛捷。亦以五子西父侧室席兼主人，家在东周，仆为仇敌，以示世人虽披忠情，堕肝胆犹身疏。有罪言干见怪，方首尾不救，何能续人？且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碍于大道，不达于去哉？然由父云云者，仆以示之。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将以救祸也。
意欲算计长短，便知是非。PG 235。是非之论，言满天下，臣之更不明，不言无所损。又言商告决之意，非无所忍行也，是以捐弃执彼，亦无所达。亦既遥忖其心，知其既定，不复于变也。重获来命，原引古今，分云六指，虽欲不言，焉得以哉？胡小人也，本应行义，叩窃大周，恩深分厚，明乐今日子，还接任。每登成乐宾，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抚弦诺，使不觉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主人上皆过爵等伦，当受任之初，自为就近大事，共尊王室。岂悟天子不悦本州建卿，郡将构有礼之恶，陈留客创兵之谋，谋计欺迟，丧忠孝之名，仗策西背，亏交友之分。悔此二者，与其不得已，丧忠孝之名与亏交友之道，轻重殊途，轻疏异化，故便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侧席，去者客几步，汲汲于李友性行路以自辅，则仆抗计扎之志，不畏今日之战。以何以效之？其张景明亲登坛歃血，奉辞奔走，足使韩穆让应主人的地。然后但以拜张朝主，似绝或传之故，悬石之间，不蒙官过之待，而受一灭之祸。一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部。或告去何罪？复见卓赐兵于死亡，刘子奇奉使于时，辞不。或命为威怀卿，以诈求归，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者也。然折将必麾下，不蒙亏除。二仆虽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见忠，因为知者窃度主人之心，岂为三子已死，罚当行忠哉？时且欲一统山东，增兵讨仇，据战事狐疑，无以举劝，故意废亡命，以崇诚志，慕义者蒙荣，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力，非由是之愿也。故仆见借前人，困穷死战，仆虽下愚，亦常闻君子之言矣。此时非无心也，乃主人招焉。凡无所以背弃国民用命，此诚者正以君子之为不是敌国故也。是以获罪主人，建功于时，而足下更引此意以为无归，吾乃辞同去意，非君子所谓休妻者哉？ PG 236。吾闻之也，亦不卑卿，终不为君，故东宗本州以为清源，中福郡将以安社稷，一举二得以矫忠孝，何以为非？而足下欲吾卿本破家，君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未无兄，分未独有，告乖告去，以安君卿，可谓顺矣。若子之言，则包须宜致命于五元，不当嚎哭于秦庭矣。苟区区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见成为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意为平生之好，以屈节而苟生，圣手一而亲父也。喜宴因不降至于白刃，难使不取彼以求生，故身着图像，名垂后世，况仆具京城之故屈市民之力，散三年之序，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助事反更哉？但据秋风扬尘，国归马首南向，张扬飞燕，履历作难，北比将告倒县之急，古公奏起归之成耳。主人当见，我曹备反京退师，至兵邺园，何以久入盛怒，暴威于吴城下哉？足下既无视黑山以为旧，独不念黄巾之何从邪？加飞燕之蜀西已受亡命矣。袭高祖取彭越于巨野，光武创击赵于绿林，
足能龙飞中兴，以成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贤哉？况蒲青，奉玺书与之从事，行以恐张。足下脚立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卿。五子脱身，于盟主臧洪册名于长安。子谓于身死而名灭，仆役孝子生死，而无闻焉，悲哉！本同而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注意陈松至暗英雄纪云，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袁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然则复之让位，景明亦有其功，其余之势未降。注二陈松之案，公孙瓒表列绍罪过云：绍与故虎牙将，君留勋守共造兵，勋仍有效，而以小分往害于勋，绍罪欺也。以此是子黄也。